这个鹅什么时候放出去它能自己回来啊？他解开了吧？这是几年？五年老甲鱼、啊。六年，坐进去了，都坐进去了。哦，咬住了，然后呢？他咬得牢吗？神龟，哎，好重啊！他拿爪子顶我了。赶上去。那走。哎呀，他会不会跑走啊？哎呀呀呀呀呀，他要咬我。他没有咬你，他在呼吸。啊啊啊！你叫呀，你叫呀。去洗澡。我感觉他好像很脏，很想洗澡。鹅真的很爱干净啊。我们先带大白鹅去洗澡啊！呀呀呀！他什么意思呀？喜欢游泳吗？哎，把它拿回去。哎，走了，我们回家了。起来了，香香的。哎呀呀呀！啊！吓死了，吓死了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去大便池里了！你别走！哎，现在鹅站在了粪坑旁边的那个悬崖上，赶不回来了怎么办？上来呀，鹅！你游开心了吗？可以回窝了吗？你在看什么呀？你到底看什么？发现他们可以交流，哎，他们发出了同样的声音，